挂灯笼、贴福字。北加州慈济志工在圣荷西举办社区志工新春联谊，150多位志工欢喜回家。厨房忙里忙外，大家温馨聚餐之余，也一一上台分享生活点滴。北加州库普提诺是矽谷高科技重镇，依然有需要关怀的角落。慈济志工每天有志工轮班到面包店，把当天没卖完的面包转赠给需要的机构。啊，那面包多的时候呢，有啊，会一次有100多磅；那少的时候也会有几十磅。那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身体的机会啊。从10年前开始，每逢周五，慈济志工也会到库普提诺的农夫市场募集没卖完的蔬果，每周可帮助约250户低收入家庭。市场经理如今也免费让志工设摊，让更多人认识慈济。I really feel like our part is so small, and your part is so much more significant. What you guys do is just so important to the community, and so important to poor people and homeless people. 慈济在1991年华东水灾后援建的河南固始慈济中学，是志工王满的母校。他用轻松诙谐的相声介绍从家乡带来的宝物。1991年，华东水灾呀、啊，慈济人深入灾区解危纾困，就留下了我们这件宝贝——竹筒。哦，真是宝贝呢！善的种子漂洋过海，在新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期许成长茁壮后，给更多需要的人一份遮风避雨的依靠。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美国报道。